多位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只有13位在这里交通过，还有好些人还没有交通。我们听了以后，我们里面真是更明白主的仆人所说的话，儿童是个大的福音，儿童是个大的福音，做儿童牌会带进全教会的蒙恩，全家族的蒙恩。感谢主啊，我们还盼望啊弟兄姊妹更多的关心我们的儿童。弟兄们刚也跟我讲了很多啊，做儿童不得家长那是亏大了，所以我们要又做儿童又得家长，这是他们积20年之经验啊。感谢主。那现在呢已经到了12:30了，现在最后关键的10分钟啊，我们弟兄啊会给我们有一点简语的交通，好不好啊？请大家能够这个完全的啊，把你的心向着这样的交通敞开。好，我们先请冠军弟兄。感谢主，这个见证啊，真是叫人家行动；启示真是叫我们心动。我们今天来这边交通儿童牌，我们所说的儿童牌跟一般的儿童工作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所说的儿童牌，它是什么样的儿童牌呢？是一个双向得人的儿童牌，是双向得人的儿童牌。第一个就是儿童他能够得儿童，第二个呢，家长他能够得家长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其实在实行儿童牌，我们的关键有几个因素，我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也就可以了。第一，我觉得在儿童牌的身上，我们需要转我们的观念。转什么观念呢？不是只有少数的姊妹在做，是需要弟兄们的投入。以前的儿童工作、儿童聚会就是少数的姊妹们，所以盼望弟兄们，我们需要眼睛要打开，看见做儿童是一个很大的商机，能够使我的区能够年轻化，能够使我的区本土化。所以说我们弟兄们能够起来，就能够带动我们全区的圣徒一同的进攻右。少数的姊妹是不可能的，少数的姊妹做儿童牌做一做就关了，他就方向就偏了，负担就没有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需要拿起来。第二个，我们做儿童牌很关键的一个因素，就是需要操练孩子的灵。我们说操练孩子的灵是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怎么操练孩子们的灵。我跟你们讲很简单，就是告诉他大声一点，就是告诉他用力一点。我们需要用嘛孩子们听得懂的话跟他们讲。你说大声一点唱诗歌他懂，你说操练他听不懂，你说大你再用一点祷告他听得懂，所以说你就告诉他大声一点用力一点，他就能够回到你里面了。为什么操练你那么重要呢？因为操练你操练的用一点大声一点，你后面你所讲的诗歌、你的经节、你的故事都能够进到孩子们的灵里。当一进到孩子们的灵里的时候，孩子就能够借着鼓励本带到生活的操练，孩子的生活操练，孩子在生活中就改变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家庭教育给的是一个魂，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都是给一个魂的教育，但是我们今天是从灵来入门。感谢赞美主，孩子改变，家长就得主了。家长的得主当然是在乎什么会后会啊。所以感谢主，所以我今天就交通到这个点。但是最后一个关键，每一个牌都要有 key person， key person 就是可能是 key man， 可能是 key brother， 可能是 key sister。 但是我要交通点，时间不够，我只能讲说，在儿童聚会之前，在儿童牌我们区分两个区块，儿童牌之前我们就是 key sister 来拿起诗歌经典和故事，但是在会后会的时候是需要我们 key brother。 因为弟兄们啊，能够团聚起来，把这个所有的福音朋友、所有的弟兄姊妹召聚起来，所以感谢主，每一个牌都要有 key brother、key sister，
能够把舵，能够掌舵，好让我们的负担能够实实际际的进到孩子们的里面，生孩子们生活改变的。其实我跟你讲，生活只要一改变，你就放心，感谢赞美主，家长就要得福了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听那么多的见证，好不好啊？但是啊，不是好在这里，需要主在我们中间有行动。不能今晚回去啊，我们睡个觉又平静，那就是非常亏欠的二位弟兄姊妹来这里的教导。我觉得听的过程中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一定受感流泪，许多的见证都摆在我们面前。主能够在他们身上做的，也能够在我们中间做的更多。有没有信心啊？